你上次跟我说的情况进展怎么样了？经过调查，发现上次在林省剿灭行动中死亡的赤娜，其实是赤娜的胞弟，而这次准备逃出边境，才是真正的赤娜。我向上级写申请，万一他们逃出国界，你再想抓他们，你要是跟着去了，就是想把赤娜和虎哥一网打尽。一个人怎么能一网打尽呢？简直是胡闹！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？警察抓罪犯，天经地义。行动！朝阳孤狼的货，你不许闪啊！我的货可是亚洲最丑。我的警察，提供情报的人可能出现，赶紧撤退！你要问我的兄弟同不同意？小心！我的不如古德，把我拉走了，我留下来。你知道不如古德是什么意思吗？我一定会抓住你们，接受法律的制裁。那些为正义付出的血，不会白流的。